西贝啊，看一下今天买了个神器。这是什么神器？哎呀，这是我在某一个神奇的网站上购买的一个神奇的东西，花了19.9块。19.9块能买什么神器？哎呀，给你说一说，这是它的神奇之处。看一下，知道这什么东西吗？这么轻，什么东西啊？扫地机。你确定这小玩意儿能把我地扫干净？我也不知道。盒子里面啥都没有，开门说也没有。19.9块，我说哎，好歹是个扫地机，它怎么样回来都能扫。哇，要装4个电池。电池都没有，今天连试都试不了。啊，我怎么感觉好水？我印象中扫地机应该是有个遥控的，很高级的那种。对啊，手又人按着遥控去操纵了。但是我想多了，19.9块还想啥呢？就是买个塑料壳子，感觉跟玩具一样，都是装。它能不能动还是一回事。它虽然有个开关，我看到有个开关。啊，看到这里。啊。下面有轮子。它能不能动啊？感觉买。感觉推了都费劲。哎，以后再不贪便宜了。我本来想试一下，看一下扫个地呢，然后就这个吸尘的玩意儿。他就送那几张东西，啊，我用完了没啊？上当了，上当了！这个东西送给我都不要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占地方。现在这个就不要了，用不到，感觉一点都不好用。